黄博士，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阆苑女仙》。好啊，呢幅咧五代院号嘅《阆苑女仙图》啊，系我哋第三期展品嘅其中一件亮点啦，都相信系咧院号咧全世唯一嘅真迹嘅作品啦。咁院号咧喺宋代嘅时候咧担任太庙斋郎啦，负责祭祀嘅。咁佢记载咧，佢系好擅长画人物画，特别系仕女图嘅。咁啊，佢嘅作品咧经历咗五代之后咧，去到北宋时期已经非常之罕有。同埋咧，佢嘅主要嘅构图咧就系描绘咧一群嘅女仙咧喺一个海中仙山一個聚會的場景，左右的兩方都有一些女仙降臨，可以見到和早期的藝術的傳統的相關之處，因為我們知道唐代的銅鏡或者一些古琴上高的一些裝飾也都會見到類似的主題的，但是那一些的作品主要都是描繪男性的場景，而且都是相對簡單的。這幅作為一幅觀賞性的繪畫，豐富的內容，同埋以女性為題材嘅咧，就係佢嘅特別之處啦。我哋知道咧，乾隆皇帝清朝嘅乾隆皇帝都非常之喜歡呢件作品啦。佢曾經下命咧，宮廷畫師咧顧全去臨摹呢幅作品嘅。咁原作咧就保留咗喺紫禁城嗰度。咁咧，但係嗰幅臨摹嘅作品咧就拎咗去咧盛京嘅行宮，亦即係今日咧沈陽故宮博物院所在嘅地方啦。黄博士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些这幅画作的细节吗？有两个地方想大家观众可以留意，第一就是中间这个画心，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就描绘着一个女仙的聚会，包括有女仙在这里好像在这里准备要写首诗的或者画画的一个场景，也都有另一位女仙在这里观赏一件作品的情景。那靠右边这里有一个女仙在这里弹奏这个樂器啦，咁咧前邊有一隻咧，類似鳳凰或者神鳥嘅雀仔咧，就喺度咧，跟隨住音樂咧喺度跳舞。類似嘅構圖亦都好似我頭先所講，可以喺唐代好多藝術作品嗰度見到啦。咁另外想觀眾大家留意一下咧，嗰啲水嘅描繪，嗰啲水波紋啊，係非常之密集嘅一啲線條啦，可以見到咧畫家咧駕馭嗰個毛筆嘅功力嘅。